家里。劳动与劳动的相遇，时刻都在发生着，是和他的相遇，是和自己的相遇，也是和世界的相遇。齿轮在动力传递的过程中，其力和面上的受力有什么特点呢？他们在课堂上留下知识余香，在迷茫时指导鼓励，在发明创造中教会我们严格实验和深思熟虑。我们的成长常常有劳动者相伴，而我们或许也能实现些什么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在顶岗劳动下，在志愿服务里，我们学习着劳动，即使是那些再平凡不过的，也会成为蝴蝶扇动的翅膀，乘风而舞，撬动世界。我们借着明媚春光，播种太阳，浇灌梦想。我们带着新知识、新技术，格物致知，无论白昼黑夜，那层艰辛的劳动终将陪伴我们奔赴热爱。我们发现新工艺、新方法，去劳动，去创造，去追寻，走过春秋冬夏，艰难方显勇毅，磨砺使得玉成，从明破晓，点亮科技，为了那些我们想构建的世界，心之所向的远方。你们躬耕不辍，我们行路不止，你们是乘风者，我们是赶浪人，你们是劳动者，我们是接班人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。万千萤火皆汇聚成熠熠星海，短暂一生用劳动，却可永恒与热爱。少年驰骋，勇力潮头，征途漫漫，无惧洪流。